고세다드리지못해당신의나의우리영원히우리가는이기세상이미련하다소망이있으니어둠의조각조차이곳에되드리지못해당신의나의우리영원히거하네해드리지못해당신의나라에우리영원히당신의나라에우리영원히거하네小吃美食也要有好代谢好体质血善存三项好大家平安今天晚上是元宵节那元宵节就是大年初一开始过十五天那就是空晚上的月亮最大最漂亮的元宵节所以呢很多人呢欣赏月光很多人呢就是享受这么美好的天气这么宝贵的时刻我们祝福洞市的乡亲还有每位观光客我们知道一件事圣经说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你要敬畏神直到永远所以我们知道一件事月亮很漂亮但谁创造月亮呢那就是创造主神所以我们在这边敬拜真神然后呢彼此相爱祝福台湾祝福每一位来到洞市的观光客大家好我们再下一首诗歌祝福大家福天下乡耶和华王屋欢喜快乐乡耶和华歌唱耶和华我的神我是他的名也是他超强的羊阿姆诺普天下响耶和华欢呼欢喜快乐响耶和华歌唱耶和华我的神我是他的名也是他常常的羊普天下响耶和华欢呼欢喜快乐响耶和华歌唱耶和华我的神我是他的名也是他超强的羊你感谢的心唱颂他的名记录他的梦他的言来敬拜赞美唱颂他的名唱颂他直到永远你感谢的心唱颂他的名记录他的梦他的言来敬拜赞美唱颂他的名唱颂他直到永远你感谢的心唱颂他的名进入他的门他的眼来敬拜赞美唱颂他的名唱颂他直到永远唱颂他唱颂他直到永远마지막찬양합니다唱颂他直到永远
그이제시작하시고한번찬양만들어요네오케이